瞄我，我看我自己女朋友怎么了？那也没必要，十秒钟瞄15次吧。你笑什么？你那么关注我，还一本小说，那书还看得了吗？你不懂，喜欢的书就是要精读。 那喜欢的人更要细看。到了，下车吧。这么快呀？ 感觉你有点失落。才没有。哎，等等。干嘛？让你等等，就等等。你干嘛都看着呢？ 看就看呗，随便看。刚开始穿高跟鞋，容易磨脚，我帮你贴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帮你准备了拖鞋，一会儿你带上去。上班的时候你别死心眼。 没人看着的时候，就把高跟鞋脱了，休息一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上班去吧。嗯。一句话跟你说。 今晚我们一起吃饭吧，就当是第一次约会。